你真的长大了。那你要不要再打一次？我根本没有打到为止。好，来。当时台湾人因为在我们哇，原来可以进来，多好！你看，好丑，我要升天了。这一车是太漂亮了，怎么那么丑啊？好家将啊！然后我们的妈祖娘娘的八人大轿啦，那个王爷轿啦，上面是王爷啦，然后敲锣打鼓的啦，然后前面的天地也顺风耳啦，都是。再来这边呢是当时我们的等一下，他为什么没有穿衣服？好小哦，好细，那小朋友的事。不能大声，不能大声。谁叫我立伟？来，谁？是谁叫我？为什么？刚才是谁叫我？没有人。可恶。哎，原来是你啊！没有，你刚才叫我。我只说室内摄影师。不要拍了，不要拍了，不要再拍了，我拍就好。已经那么近的拍你了，你变特写了，你刚才拿那个棒棒。